跟我妈说让不用抱他，不用抱他，非得要抱他。哎呀妈，抱着不撒手了，抱着得有20分钟了。啊，姥姥领着。嗯、啊，看我爸第一次上镜还挺紧张的。去停车场。我在这个包包里面这里。我们家这俩孩子挺好，谁都要。哎呀，乘务员也要，是工作人员也要，谁领跟谁要。这个不行。他奶奶给他说说你这个你去了之后不能谁都要哈、啊，说有叔叔叫你买糖吃，你可千万别去。那这俩孩子真是。从小不认生。好了，看这是花，你说谢谢姥姥姥爷舅舅来接我们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花，说谢谢姥姥姥爷，谢谢舅舅。走吧，咱们走。走。一会儿吧。走啊，上车吧。上刚回来，这俩孩子就睡觉了，累了。早上起来6点多就叫醒了，睡觉了。走。回来这两天就不长腿了。走啊！一直让抱着，不让抱，非得要抱。请乘坐前扫描纸二维码，提前加停车位，在10分钟内。擦手。我们来吃饭了。是。这俩孩子有点蒙圈啊。现在姥爷给擦手了，睡着觉给弄起来了。本来我们是想回去吃的，但是孩子饿了，早上6点就起来吃饭了。现在都下午2点了。吃饭吧，一会儿。还剩下一些残羹冷炙，我跟我弟弟在这吃呢。刚才喂安又有吃饭，然后也没来得及拍视频。一会儿吃了。爸爸来了，媳妇满意了，吃点饭就走回家。吃点饭就走，做完小伙吃了，满意了哈。走走走，这里，还想吃冰淇淋了？搁家里不让吃，这出来他得刚吃冰淇淋。走。没钱，走，现在舅舅去买冰淇淋吃了，你非得要吃冰淇淋，买冰淇淋吃吧。买一样的吧。啊？哎，别打成这样。你忘记了。你说冰淇淋，哎呀，你还高兴的？他得自己调，你让他自己调。你要什么样的？行了，高兴了。也一吃。哎，刚才不吃饭就是因为这个。这好长时间没吃冰淇淋了，好长时间没吃了。还给吃呗。好长时间没吃了，没事。哎呀哎呀，高兴了，你看高兴了，行了，这都高兴了，走吧，走吧，高兴了，下来走吧，下来，走啊，
可以了，回家现在。行了，高兴了，这次可高兴了。哎呦，买了冰淇淋了。你上车上吃去。你看，买冰淇淋了，俩高兴的，在这唱歌呢。走，慢点，一个。不是，他想辣的，你就那个的。慢点哈。别这，高兴了。我开门，你这样上好上啊？好上，没事，高兴了。一会儿上高速啊？高兴了，你看。他俩坐两边比较好，你别让他坐中间。高兴了。谁玩的什么？两边不行，他刚那。老爷，舅舅挣的钱，哎呦，别给他了，我吃了。你玩掉我就吃哈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你要玩掉我就吃。咱说的里头你吃啊，这一阵忙活，给他姥爷给他舅舅吃东西呢。哎呦，这一阵忙活，你看。不吃了，你别忘糊涂了。你得给别人吃，别人你还有冰淇淋吃，知道吧？哎，对。啊，我也吃。给老爷的。哎呀。给老爷，哎呦，这个也给老爷，哎呀，你看菠萝的汤也给老爷，哎呀，俺那都给老爷，哎呀，啊，到家了，刚才给他老爷说，老爷到家了，看见老爷给这睡觉了，搁这，老爷。还没那个啥，咋还就学上东北腔了呢？到家了，你说普通话。到家了，俺、这困得不行了，走啊，穿鞋，张悠悠。到家了，走。杨，你干啥呢？走。